热闹围炉，但是要维护健康，不只有填饱肚子而已。社区开心团员特别邀请了中西医义诊，环保志工们好开心。发现了我心脏有点问题，我也是有发现了我心脏有问题，但是我自己藏在内心，不愿意讲出来。我说这样子死掉不是很好吗？他说哦，怕就是中风，中风是每一个人最害怕的。长辈当成小问题的心脏疾病，真的不说都不会有问题吗？医师们提出警告。虽然他平常都有在定时在服用一些药物，但是天气的问题，太冷的天气会让他们血压产生一些忽冷忽的。中医讲的叫心气比较虚啦，或者是叫心阳不足，这个难免有时候都会有一点。这样子的话，寒流一来，这个对人体来讲就是一个压力因素，所以很容易造成突然间心跳停止了。按时服药，注意保暖，再加上发现异状立刻就医。医师提醒，平时有在活动的环保志工，小细节还是要多加注意，避免遗憾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李昭荣、池尔杰，高雄报道。